杰克拉姆的历代辅助们到底有多离谱，很多职业选手排位遇到都大骂不止。首先是宝兰，宝兰作为 S8 冠军辅助，在 S9 出现严重下滑，泰坦频频打出逛街勾墙离谱操作。第二任搭档预言家更是离谱，居然能勾空吃了泰坦大招的 AD。 如果说前面两位仅仅是操作菜，那接下来这位就是绝对的重量级。我是太阳的抉择。可以看出来，阿水命里真的是被泰坦克制啊。